放棺材了，现实，你都不怕了呀？我日，完了，天机没追到他。 这边还有个医生，我把前锋打残了，他还能回去治疗一波。狙塔的话就崩了。 抓他，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赶到啊！摸好了，前锋有怀表，买配吧。 打传送流了，医生在修，观察老哥没治愈了，减点音效，牵过去，挂他。 前锋死啊！前锋死，然后我再抓他，我不着急。
你没修完，你没修完，这说啥？希望开局给推进器啊，他已经好几次旁边的电机没推进器了。我操，这都开始修了，我看是谁啊。有点东西哦，看这都是手速慢的后果，只有一秒加速。骗酷一点的骗子，找他，他应该在打针。跳下去了。怪这边，好像是在修电机，把他赶走。蛮惨了吧？板子不能留着，留着的话有翻板加速了，现在板子得踩，留着就是一个加速。不想玩了吗？不想玩了吗？哦，鸟没交，有个人鸟没给啊，忘记了，先知这个鸟过年了。哎，干死！需要零件啊，东西太少了，不够用啊，不好了。先知上来了，拉球救了，然后这边两边没板子了，他跑不掉了。
白表当阴阵，裁判无所畏惧，接了，这裁判还怕满都不成。 还有雷若，把离间用干净。 看路上能不能捡一个听器啊？地窖在这。哎？魔术师怎么样？ 开局不拉锯啊！不招封印了，没必要了。这是个前锋，下板速度太快了。 前锋也得锤，不能把他放走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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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操，弟弟凶完了，你可真强啊！
最后一台，主要就是这个鸟没有教啊！这是该死的鸟，你他妈还想贪？ 没打出去啊！ 哎，我刀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他妈在探刀，我狗好吧。 他妈就想打一个汽油刀，应该丢下来，丢下来不就没事了吗？不要打汽油刀，看我是作吗？非要打了个汽油刀，哎，不信邪。
要修完了，然后我还没撕了 ，nice， 这不是我的节奏呀。鸟好像没骗出来，快一点。看那个盲女，哎，医生，哦，看错了，我以为那是盲女，抓一抓吧。哎呀，这鸟给的及时啊，本来它可以震慑的。
把它一下飞起来。走圈子啊。操，还有这招。感觉兜了个圈子，我减速了一样。盲女她又没怀表，还救个盲。凶完蛇皮，白死了。
修不完。